看来他们都在睡觉呢，队长。菲菲的脚印，绕到过去的话就太远了。我们得从鳄鱼身边悄悄溜过去，不被他们察觉。看看这些厚厚的泥巴，能埋到我们的脖子。那咱们就得想办法让自己再长高一点。难怪火烈鸟的腿都那么长呢。 没错，这样在沼泽地里走起来比做海盗馅饼还简单。那是我爷爷给海藻青豆吐司起的名字。他呱唧，嗯，差一点点儿。看，又一根羽毛。菲菲应该就在附近，快走。 前面有情况，希望莫要是另一只鳄鱼。别害怕，菲菲，是我们。哦，你们好。啊哈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呢，小家伙？你妈妈非常担心你。哦，我只是在练习火烈鸟舞蹈，而且我有很大进步了。嗯，只是我有点迷路了，而且脏兮兮的，肚子也饿。你一个人跑出来是非常危险的，菲菲。来吧。 该回家了。没错，趁我们还没有被这些绿色的家伙发现。鳄鱼，脏兮兮的火烈鸟，我最喜欢了。呀，哇！菲菲，等等，那条路前面有鳄鱼，脏兮兮的火烈鸟，还有脏兮兮的不知道什么玩意儿。 走这边，咱们都被鳄鱼包围了，你还要跳舞吗，伙计？跟着我做就行了。一二一，还真管用。看，我说跟你们说，我学到要领了吧？一二一，马上就到了。一二跳。 抱歉了，鳄鱼们，今晚的菜单上没有脏兮兮的火烈鸟和海底小纵队了。